小宝贝，今天玩了一天累了吧？第一天在我家睡觉，会不会害怕呀？真乖。那我们要睡觉了，晚安。从平淡日子，小馒头，咱们去看看是谁来敲门了。我家的猫出差了，你能收留我两天吗？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